走。不行，你俩调个旋转就行啊！不是你，旋转，不能旋转。客气，今晚上走啊！你怎么了？没毛病。赶紧过了啊！停的位置。那道横风。对。往后一蒙，能基本上能拿下来。一拽就掉下来，这个位置就正合适。完了以后，这个机械手到最高位。在哪儿停？后面。走，这位置不行。完了以后，这不。它是最高位，这个杆儿和它就垂直的，基本上直线，对，直线，这样就行了。看到没？咱这空袋儿有料，应该就能夹住了哈。对，有料就差不多，再来点料。你看，实在不行就把儿呢再弄紧出来一点就行了。调这个位置。我调这。啊，把这个链帽再紧一点，紧一个链子，对，稍微紧一点，紧一个链子，这个机械手这个角度就开的比较大了，对，对，然后横风平行，按联动，然后横风平行，属于这个状态，然后这块有一个散齿，把这螺丝松开了之后，把这破开。出来之后按点动，让那个机械手处在将要打开，就是将要放下内袋的时候，然后再把这散齿，把这个散齿再敲回来，然后把螺丝固定死，然后就行。调节这个量杯的计量，要把料倒了。
首先摁一下第一个，哪个国家的 SET 键都是设置的意思，这样子 ，set 就是设置的意思。然后的话，你这样子，这样有一个箭头往左指的箭头，它是我们叫它移动位置键。比如说你想设定哪位的数值的话，你就要设定，你就要把它移到哪位，哪位在闪动数值，你就可以改变它。如果你想让这个位置闪动的话，这个位置闪动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第二位闪动，你会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 SET 进行设置键也是一个确认键，设置好之后的话，再摁一下它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实际温度，而这是设定温度就可以了。它最后的话要和它一样才可以开机，这个就是设置温度的这东西，明白吗？然后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计量调整。所谓计量调整的话，所谓计量调整就是首先要把离合器合上，让它和机器完全动起来，一启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去调节这个东西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最初的下来位置是在这个位置，是在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这是它下来位置，是对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改变这个，看里边这个能看到吗？能，把它托起来，这个齿轮往上托起来，然后的话转这个，让它早一点或者晚一点。我们首先这样，然后把它再放下去，这样。我们再来看下来的位置，看了吗？下来位置特别早了，这就是改变的下来位置。然后的话，我们需要把它晚一点点，因为它太早了，我就让它晚，这样子。看我们的下来位置，现在是看到了，恢复到这种状态。现在就是在这种状态，这样子，因为现在下料的没有什么料了，这个就是下来位置调整，知道吧？支带长，首先的话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是内袋的这个。然后的话，那袋调整完之后的话，要调整这个东西。这样的，因为调整完带长之后的话，越往这个方向走的话，越往这个东西越往这个方向走的话，它那个腾风就相对来说慢了一些。要是往那个它相反方向走的话，腾风相对来说就会快一些。这东西，这根据客户实际的需要去调整，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的话，外袋是和它是一样的。外袋，如果说你调整这个的话，如果说你调整这个之后的话，你就要改变它的袋。这个把这个分开了。这个东西。让他注意一下这个，这螺母的这个。你要松开了才能调呢。然后我们穿纸。这把它撕成三角形的是吧？这样比较容易穿一些。